来了上头杀，哎呦，地板啦六百颜色的鱼，这还手带落的是落的，现在第二步杀子比滚动，帽子一上半日，上头八只，地浪也八只，那白阿婆下头烤，烫吧烫吧烫，这龙不翻还鱼。在这鱼龙头了哇！夜出来打鱼嘞，很多个晚上偷个生活嘞。来了一只挡风听去，楼下是只挡风口去。刚刚被鱼啊也伤。哦，这木头上青汤快也起来了。你带上没得带？你过来了，咱做个啥事体？盖子整整一个钟头，边整的一番睡觉。两番做，昨日阿婆屋里做三工，今朝我要带传说当中苏州最便宜的三菜上去买肉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二九块呢，一斤六百毛哈。现在马上带儿子屋里向去山里吃。来来来，好嘞，来大爷，来大爷，来大爷，我等你呢。那你大爷，来来，我等你呢。不哟，中暑带贼，叫谁到村口菜项目，山芋出尽，肚皮的也有点饿着。汤看看，拿了黄雀上去，再到四来数，一颗冰箱箱的烧不起，幸亏的分点别的么子抽出来，荷塘不来了。馄饨吃得一百起，这还拿希望寄托了包裹身上子。根本就忙了三月吧。你家有些弄么子去送他。烧克了的，当天不是三台来的嘞，我买三的，俺买过三百，送市场两百。该到后头说放两台来的。哎，小亮，你吃啥去？欧洲的玩意都开不出去了。哦哟，阿贵到弄家。怪子那个也没。哦哟，小亮，马夫送得出玩。那个么子要帮帮来弄。靠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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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喂，哎，我带出玩，东伯们。小亮。这位啊，这位。这位啊。哎，小亮，马上出去晒牛吧。那不是现场已经毛够牛子嘛？那啥啥些也送过来牛子去。等一歇歇，男人歇得着，我两只高山。开始啊，还吃着玩。今天是两种了吧？一种三菜上了毛的，二九块一斤；还有一种是十二三岁毛的，五十五块一斤。现在请到两个人面基品尝，看看还有啥个区别。空气中隔三十分钟，看你那舌头有辰光带着，还咕噜。哎呦，还比昨日得来吃骨头。来着来着嘛，本来吃个肉包，哦，吃猪肉，哈，这个身子舒服噶。这不你吃是舌头当个雨刷刷。哎，还比啊，还不拉吃电风扇，你还来管孩子噶？那个里向坏了，做了啊，做孩子不来吃。第二个肉还。我觉着没啥区别。我说的没有错，真是寄望给谁难分清。小亮，知道吃肉，还分得出结果来了？不来不来不来，等下新华社半夜来采访我了，马上就要上楼子。哎，那还没来了家，你吃货等来不啊？到40万比较多，也骑上来了。我还讲10万啦？嗯，偷在等啊。那个是拍纪录片，你一直喊人要十几分钟的。哦，纪录片啊！嗯，我今天我还出出镜的家。那应该还出。人到两年还出出镜的哈，照着儿子的光，看着那个福啊。我照你个光。哦，谦虚的真不比得了。因为谦虚的家。没男人没我啊。激动啥子激动？来了也是有三头。哎呦，来着来着来着，哇塞！